什么今天波萨也穿的是白的呀？看了我们之前视频的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已经进行了两场比赛，一场比赛是0-11输给对手，一场比赛是1-8，那是裁判算错了。但是后来我在做这两个视频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们的对手都是比他们年纪要大一岁的，在他们这种年纪，如果要是大一岁，身体条件都是差异很大的，所以像这种大比分失败，完全拿不到球，控制球权的能力完全没有的，这就可以很好理解了。今天奇奇妙妙作为队长，跟别人裁判挑边儿。开场一秒就丢球了，我天，这用的还是小二子的球。上个星期他们曾经3-2赢过布萨，但是因为这场比这届锦标赛他们之前的两场输了一个0-11，又输了一个1-8，我估计心理防线早就摧垮了，所以这场比赛大比分落败也是情有可原的，情理之中的，不情有可原。而且我深深的表示怀疑，对方应该也是派的那个 U9 参U10参不是 U9， 对，也就是比他们大一岁。那上个星期看到的 Busa 的球队，这些球员没有像现在这些这么大，你看这一个个的个子好高啊。
琪琪盯着他，琪琪别老看球盯着人。琪琪盯着他，站在他前头啊。这个站他前头，越位了这球，本方球员还没回来他就射门了，而且本方球员还有接球的动作，就是越位。漂亮，别让啊，喵琪琪。琪琪别在那儿站着，盯那二十号。琪琪跟着他跑，跟着他跑。琪琪站他前边，漂亮，看见了吗？就这么踢啊！站在他前头，别离他太远，站在前头去。妙妙，别站在别人后边。我觉得琪琪防守不错，但是为什么能把琪琪换下去呢？妙妙就站在这儿，别回，别往回走了。上去冲，去抢，冲他，冲他！小二子被击中了一下脸，没事啊，小二子啊，没关系。没关系啊，非常好，踢得非常好，别哭啊。
Yes, come on. Don't let him fire. Okay, Stevie.又上去了，这就离丢球不远了。你看，光明人助攻了一个。刚才小二子被人击中了面门那一下太精彩了，我竟然没录下来。哎呀，太遗憾了。漂亮，琪琪，别跟你的人站在一起，然后还在人后头待着啊。往前冲，往前冲，别跟他在一起。你看能把球踢那么高，一看就不像是小小孩。尤其是刚才那丢球，那孩子那么大力一个吊射，我相信他们这块这些小孩绝大部分踢不出来那么大劲儿。加油啊，小儿子！踢出去，琪琪！琪琪刚才慢了啊。
Nice.哎，这小配合打出来了。不错啊，琪琪。小二子空当空当，小二子抢抢，快抢，抢占他，哦，nice， 小二子往前跑，小二子往前冲，你的球，你的球，小二子，那是你的球，小儿子上去抢，站到他的球中间，卡到他和球中间啊，上门，呜，又挨一下，冲，接着冲，接着冲，坚持啊，小二子，没关系，坚持，坚持，坚持，没关系啊，坚持，坚持，别下来啊。坚持，小二子，往前跑，太惨烈了，这场打得太惨烈了，漂亮，哦，走，哦，啊，哎，上个星期跟布特打的时候，他们就用的是小二子的足球。这场比赛又是用的小二子，小二子又挨了一下，因为对方这个起高球踢的特别多。
所以小二子今天已经连闷被闷了三脚了。小二子你。上半场比赛结束了，非常好啊，小二子，别哭啊，不哭。被闷了三脚的小二子又上去了。妙妙，别躲啊，别躲啊，加油！小二子盯个人，盯个人。没关系，小二子，加油啊！哦，上去堵他，上去堵他。现在是一边哭一边在踢，踢出去，踢出去，踢出去。这十一号简直是在这个年龄段就像是伊布拉希莫维奇那种感觉，人高马大。
非常好啊，小二子，非常好啊。妙妙挡着你的脸，球过来的时候挡着你的脸，万一他不小心把球踢过来了呢？琪琪使劲踢啊，你看别人踢得多狠。这不是上个星期那个布萨。上个星期都是小孩儿，今天这场比赛这个布萨怎么看一个个都那么高个儿。球员又哭了，琪琪往回走，盯着那个十号，站在他前头啊，盯住他。琪琪卡住那十号，别在那站着，往他和球中间钻。哇哦！琪琪追他，追他！琪琪，用你身体去挤他，撞他，撞他。快追！坦克，这就是一个坦克。踢出去！
操，这女孩看着跟初中生似的。你看，在美国啊，像这个年龄段的那个小孩的比赛体育场，大家看，这是一个标准的，不是，这是一个标准的足球场的这个画的这个线是标准的，但是呢，这块额外的有一条虚线，那边也额外的有虚线，意思就是说，在对方的守门员发球的时候，你另外一方进球了，是不允许过这个虚线的，这样是为了保护发球的这个守门员，因为。这个像这个年龄段很多受伤，尤其是头部受伤，是因为你守门员正弯下腰捡球的时候，对方球员光上来来一脚球，要不然就是脚闷到头上，所以为了保护小孩的头，所以在这块画一个虚线，守门员在禁区里发球的时候，对方球员不许过线。漂亮！ Hey guys, spread out！ 漂亮，琪琪，你大脚往外开就行了，千万别往外停啊！ Get back, get back, get back! Don't let her get behind you. Hi, Lily. Woo! 伸一脚，伸一脚，挤他，撞他。身体撞他，撞他！Nice。你的小西，你把球挑起来干嘛？撞他，大脚踢出去，踢出去，漂亮。琪琪追那个人漂亮，就怎么样追他，追他，你的好球，卡着他，卡他，卡他，踢出去 ，nice， 非常好啊。漂亮，琪琪！啊！小二子加油啊！小二子用你的身体去撞他，如果你拿不到球的话，小二子往前一点，站他前头去，站他前头去。别背对着你，你别背对着对方球门，对，侧过来身体，随时准备冲啊！
漂亮！急急急！妙妙往前追一下。妙妙准备接球啊！万一球过来了，你的你的你的，往前跑，别在他后头踢一脚。往前跑，往前跑！妙妙往前跑。齐齐往妙妙往前冲，妙妙跑起来，别在那站着看。现在布萨就是准备要捞净胜球了，他和那个昨天第二场那个 Purple Rain 谁进奇奇妙妙这个队进球进得多，谁就是第二名。当然前提条件是昨天的那个第一场 Bad Dido Bay 把那个 Purple Rain 给赢了，基本上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。上去抢，上去抢！妙妙，别躲啊，这是你的。哇哦！呜！哦，这就尴尬了，看谁钻谁了。
好球啊！这背后还有一场比赛，也不知道那边那场比赛踢成啥样了。但是你们三场比赛全输，然后呢只进一个球，丢 N 个球。这场比赛多少比多少啊？你算了吗？我刚才看了一下你们的这个锦标赛的网页，今天结果出来了，你们这场比赛是0-10输的。然后官方给的0-10啊，具体多少裁判有没有算错我不知道啊，回去咱们看视频。然后那个另外那场比赛是0-6，黄颜色那个球队伊夫球队赢了。这也就是说比净胜球 USA 和那个 Purple Rain 是一样的分数，但是 USA 的净胜球多，所以今天中午12点的决赛是 USA 和那个黄颜色的那个 Perdido Bay， 知道吧？我们去中文学校之前过来看看比赛，看好不好？看一眼，然后我们就去中文学校。但是你们肯定没得踢了，对吧？走吧，你看，你们官方给的第一场比赛，你们是输个0-10，但实际上是0-11。两场比赛，其实三场比赛一共输了28个球，只进一个球。好，那么这三个视频就是我们本届锦标赛的所有视频了。等一会儿我们来中午来看一下结果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关注咱们吧。 If you like our channel, please subscribe.